今天来这个节目中啊，以歌星的身份，是，干脆我们来聊聊歌曲好了。哦，对对对，今天是歌星的身份来聊聊歌曲。这个要提到费玉清的歌，那是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不得了。哎、这个不是说好朋友要捧你、啊，对对对，太好了。嗯，你的歌啊，真的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谢谢谢谢。嗯，小至3岁，大至80岁。哦，嗯，老妪童子皆能上口。哎呦，谢谢谢谢。他的歌曲啊，不但是在国内国外走红，甚至跟我们一般的大家的生活已经结合在一起了。大家的什么大家乐、大家的生活、哎、有这种事情？当然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蹦恰恰，赶快告诉他！你快告诉我，国内365行不听你的歌就开不成。对，哦、有这种事情？有，马上举例证明啊！举例证明，每年10月份。国家庆典特别的多，双十节、光复节、很多侨胞回国，每次要放那首歌《青海的草原》。请问这是谁的歌？哎，这是我的歌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看你的歌啊，真的是各行各业都用得到啊。对对对，不像其他的歌星，他的歌就不能用啊。不过这个十月，你这样子说，中华民国颂也不能算啊。怎么不能算呢？十月份的全世界的华侨回国。不可能放那个单模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讲的有道理啊！你比方说我们的这个还有阅兵活动，阅兵活动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巾帼英雄，你总不可能说抓着皮包在阅兵台前走过的时候，木兰军，大半丢呀。这个是海军陆战队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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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嘛是了解，是啊 ，A D。哦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嘛、啊！所以你看，你的歌才用得上嘛。对对对对对。不过十月不算，我们说说平常的日子。还有啊，还有啊，西餐厅、百货公司打烊的时候。让我们呼道一声当叮当当。各位嘉宾朋友，远东百货为您服务时间到这告一段落，明天光临请早。当叮当当。当来宾，费玉清领导挥手处。怎么这样子广播呢？巧合了。嗯，不是了，是，有的时候这个群众有这个紧急的事，为他们服务一下。对呀、不过你这个嘴巴也太毒了吧？不是，这刚刚才元旦才过不久，你 这不是不是，他是好意 啊，越烧越旺。哎，我看两位家里去旺、哎，像我这个人就厚道了，我就不会这样子讲。是那。当叮当当，来宾蹦恰恰先生，蹦恰恰先生，您阿妈得不得生啊？这是报喜事啊！对对，你洗过头了吧？那哪里还没有说完呢？还是双生呢？哎呀，还有什么地方？真的，动物园也听你的歌，动物还要听歌？对，是游客听还是动物听？哪一首歌？梦鸵鸟，蹦恰恰。你这个就是跟人家开玩笑。费玉清的歌真的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怎么可能去听了什么梦鸵鸟呢？歌名都搞不清。你记清楚，叫梦骆驼。我还梦河马呢。是梦河马。梦河马。梦驼铃啊，梦驼铃。你歌名都搞错。这首歌啊，动物园每天要放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听说啊，骆驼不听这首歌啊，不愿意上厕所。骆驼不听这首歌，骆驼不肯吃饭。你稍微文雅一点嘛。是。弄了半天啊，我的歌还专门让动物来排泄用的。好好好。